去吗？调好了，一会儿粉块这是白葡萄的，还有透，我要先叫透姐姐。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香南。这上午了，俺家娃儿玉也捡捡，也捡成三彩玉，捡成不是捡成，也组成三彩玉。你这，你给他吃嘴里了呀？嗯，好，摘份儿给你。嗯，那我你弄着捡着哈。嗯。这是咱弄的腌鱼的料包。水涨下我不用涨就对了。嗯，就弄那姜蒜，没有葱不放葱了，倒料酒倒一点点。这煎料包。嗯，酸菜倒了吧、啊、倒了吧，别倒吧。这鱼也好煮是吧？嗯，是吧？那咱料包都配七成了。嗯。再炒一会儿出香料，要那个给添上。我家豆芽洗洗啊。好。好，豆芽来了。豆芽在哪儿倒嘞？豆芽儿，滚起来吧，也快滚起来了呀！这热水倒的哈。嗯。叫它鱼骨先倒的。好。豆芽、鱼骨。我都搁里头先炖着。好。我都肚里。嗯。慢慢搁块儿，搁块儿，照胡说点，别要空的。不碍事，腌的锅边不碍事。嗯，对，盖住盖滚一会儿吧，盖住盖滚。咦，哎呀，两分钟你都等不了了，可吃开了，你净占肚子，我跟你说。不饿了，不饿。一会儿这我跟你说，你得少喝一碗。嗯，少吃一碗。你闻闻这味儿，酸爽。哎，你看这人。你没让你，你把你一口话我吃完了。我不叫你叫。嗯。你给我辣椒。香菜，香菜，香菜真他妈的长不完。好。嗯。美味。好了。哎，那碗。嗯。酸菜鱼，看看俺这的酸菜鱼，哎呀，咋弄？老表，来一碗。不够吃。嘿嘿嘿嘿。俺哥嘞，这一碗给他。哥，要给他烙个鱼头吧，他得爱吃鱼头。我也得爱吃。嗯，还有半仁的，拿半仁给你。哎呀，爷爷不给他烙着菜。先喝点汤吧，给他。来来来来，赶紧赶紧，给，来来来，给，前两天馋汤了，先给你烙了两块鱼肉尝尝，给，尝尝，尝这鱼酸菜鱼。热。先尝肉都不会先不尝汤的呀。要评价的。肯定是啊。你看你嘴上有个啥？你看我干的，给你骗鱼了，我给你骗我的了，就是的。我看你嘴上的证明你已经尝过了。我没尝的，你看我吃的馍，咋没有？够烂。是不是比他的带劲？比他做的带劲？差不多吧，彼此彼此。嗯，那好了，你碗还给我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；喜欢视频，牛不拉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鸽子，来，赶紧拿碗盛着吃。那我要看着吃啊。嗯，我不看，我也吃。老表给您称，给我尝尝头。